Hello，你们先玩，我还没要开。我列了一大堆录屏，你们先玩。我一点再开始用，好吗？你们先玩一场，你们先玩个几场。我还有很多很多录屏要做，所以你们可以先玩。反正等一下我也是边做边打日麻啦。安安哦，不然我现在开好了，我们就边玩边做。没有啊，我是好了，因为我等下也是预计说我要边做边玩啊。我现在就是，我银行还有40组，然后两只角色身上。加起来应该还有20组。舌头，Hello。啊，多好的聊天啊！不是在聊天吗？可以聊天啊！啊，我后面不是有挂号日吗？啊，现在做这个东西就是要聊天的啊。这个我算一下，我这全部做完也要1:30吧。看好，我现在身上的钱，全都是做鞋子卖来的。分手应该体贴，也不能说抱歉。先聊天再打牌，对啊，也可以啊。反正我现在在做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很无聊啦。没事没事，你看就这样点两下，点两下执行这样子的过程而已。吃过了吗？健身餐有吃。有鸡胸肉跟鲑鱼，如果聊天能分享我今天遇到的趣事吗？讲啊。讲啊！调一局，什么一局？就一局而已哦。我怕你很快开会错过，又没关系。子安安，预计先击打一下，预，哎呀，怎么英文啊？预计1.24吗？
今天挂采集打日吗？不是，今天是要做鞋子打日吗？今天要做鞋子打日吗？这样子也很快乐啊，毕竟你这样魔力就有一笔收入，你就只要这样持续一直这样玩就好了。你可以不一定要选择练等啊，你也可以一直拼命赚钱。然后就有人开始说：“啊，你这样不会很无聊吗？啊，你这样不会吗？啊，你这样不会吗？”其实不会耶，至少有赚到钱。我之前玩魔力，有一啊那时候是几年前。15吧，那时候就是在玩信长，然后魔力就开着角色包月下去，然后他就只是单纯在狩猎赚钱，然后再打信长，打完一局刚好狩猎差不多结束了，那就是回去补好魔继续狩猎，采集者的乐趣，他就是狂赚钱啊。之前玩 GTA RP 吧，要扮演角色嘛，就是有一个人就是拼了命在赚钱。然后他说他的人设背景就是工作狂，他是真的没日没夜是狂赚。然后当时其实都是希望那个啦，步调慢一点，因为里面有一些什么车子啊什么之类的啊，价格故意抬很高，就是要让玩家慢慢去想办法那个赚钱还是什么的。结果那个人就是一天不到的时间就买了那辆车。也不能讲什么，毕竟他的人设背景是工作狂嘛。管理层也是摸摸鼻子啊。怎么这样？因为 RP 这个东西不算是游戏，它就是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是角色扮演，你要融入角色里面去之类的。因为就是那个扮演的游戏，就是你要符合正常人会做的事情。那你也不可能就是从什么三四层楼跳下来没有死啊。啊，或者就是你一直闯红灯撞到人家，然后又肇事逃逸什么之类的、啊。台湾没有 RP 玩游戏的风气，也是有很多认真在玩的，但是我都有去看那个有玩 RP 的人的台，但就是真的观看数不多。我觉得他演的真的很强很棒，是。就是怎么讲，反正风气就是大台，你演的烂，演的好，也都是有人看嘛。啊，有时候你可能演的真的很，会有护航的情况发生嘛。当时就有爆发说，其实理论上照理说，那个大台的人他这样做是违规的，可是就是因为他是大台，然后那个跟他对戏的人被延上。我觉得这真的有点可怜、啊、但他演上完之后他却莫名其妙的红起来了，这样子没有、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学校出了一台餐车卖早餐的，然后招牌上面写的东西混合以及造型馒头，然后一格的造型馒头很快就抢光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猫咪造型的馒头，很多人喜欢。哇，等等，你知道一个包子上面有个耳朵，有个眼睛，就说啊，这是猫咪造型的，看有没有人买，有嘛，对不对？
看看哦。现在这几天就是想说啊，魔力反正就是挂着玩嘛，反正它是线上游戏嘛，就可以挂着，至少有个东西可以挂着聊。重点一颗20块，还好吧？馒头一颗20块。安安教主好久没回来了，安安，你久到我好像不记得你是谁了、欸，不要难过。我跟你讲，可爱的东西真的很好骗，像我啊，我也是会花钱去买那种可爱的东西啊。馒头20很贵耶，哪会啊？你看在哪边卖吧。海鸟安安。再买两块布，买买买！不是啊，他那个馒头卖的就一定是造型馒头啊，他一定不是卖那种。那所以重点是好吃吗？你是说一口馒头20块，那就真的是贵了。我觉得还好耶，像你看甜甜圈这个东西好了，你看 Mr. 那边的那种甜甜圈跟普通面包店卖的甜甜圈价格差那么多，但你觉得那个好吃吗？就愿打愿挨咯。就像我的图吧，啊，我出1000块啊，我的图一张卖1000块好了。有人觉得贵啊，啊，有人觉得哦不会啊，很便宜啊，你看这个价值值得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就开始有另外的声音啊，他就是故意抬高价格啊，破坏市场行情啊，他开始在狂骂，对不对？但是一早舍不得吃，太可爱了，没办法。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个1:1等身的猫咪馒头，1:1的馒头，那个还叫馒头吗？那不是猫，那不是面包了吗？你确定那是馒头吗？哦，然后早上我在剪片剪一剪的时候，想说啊，不要先去健身好了，然后就没去了。然后走到健身门口的时候啊，对耶，疫情爆炸耶。那我还要出来嘛，我就看到柜台的人就说那个要戴口罩，然后在那个手清洁一下这样子，那感觉他每次很害怕什么之类的。那我就问说，那请问待会健身过程要戴着口罩吗？他说目前还没有硬性规定，如果可以的话方便就戴一下。然后就戴着口罩做了1个多小时，然后过程下来好闷好喘。戴口罩跑步疯掉，哎、欸，我是没有做有氧运动啦，我只是那个做重训而已，我没有跑步，就是练胸肌、腹肌。但戴口罩，我之前有一次戴口罩在骑脚踏车，喘死，不是，这样子，要数掉啦。哦，对啊，在厨房，
厨房那种空间，然后戴着口罩做东西也是很累。然后到后面，我们班的女同学跟我买，啊，你也是卖20块吗？还是卖她25块？你看这样做一做就快一点了。但他怀疑那么贵，我的天哪！我说真的是啊，真的是啊，不卖算的啊，不买算的啊。哎呀，不买不要买，太累。然后说五块钱是怎么来的？就说运费啊，不然就是你还放在怀里面保温啊，什么这样？好饿哦。S D 呀，一下哦，他甘愿用40块跟你买，因为他买了，你买了两颗，哇，他真的很甘愿呢。那他最后有吃掉吗？跟猫还活着吗？我现在是只穿裤子没穿衣服的状态，不是太热了。嗨，你好 ，Hello， 你好。那我好像今天做不玩挖太多了耶，做得完吗？我现在从仓库里面又拿了一大堆出来。
你有在？你还有在玩麦块吗？有啊。你有在看我的影片吗？你有看的话，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嘞？噔噔噔噔噔，好了，第二批鹿皮又到了。对吧？假粉丝，我觉得是假的。哎，你打太多哈了哦。你如果再闹的话，我就把你永ban了哦。台规记得看一下哦。看不懂字的话，我也没办法，就让你300秒慢慢看，给你5分钟的时间慢慢看字，好吗？我不要求太多，我占用你30秒，占用你5分钟的时间，去给我看一下游戏规则。最近好难抢，你说日马吗？不会啦，你看现在才39个人，你看排除性不在这边，还有谁？什么 Super Gen 啊，那些很会抢的。牛奶安安，话说昨天晚上 Amigo 的有直播吗？我7点多就睡了。Amigo 我没参加啦，因为他那款游戏我还好。就没有报名了。可以排除我，我删掉了，我删掉了。你说游戏哦，没差。但38个人里面有多少人是还有在玩日马的？好啦，40个人玩日马，应该也只剩下20个人。那再就是你再要在这20个人里面拼手速，还好吧，对不对？开电脑抢翻可以啊。嗨，小鱼，小鱼安安，我出轨。你已经就定位看台了，回家才能打。火车出轨？为什么火车出轨？什么火车出轨啊？你打了什么很恐怖的话，你知道吗？啊？哪里的火车出轨？我小出轨吗？规则还是一番以上，除了例子以外嘛。如果你们想要打快一点的话，那就不要一番啦、啊，就一番除外拿掉啊。你们想要在十分钟内结束一局的话，可以打、啊。中山照台北，哦，是这样哦、啊。李鹏案在吗？地上有。卡片哦，啊。好啦，1点了，玩游戏喽。
Me forever。哎，汤。麻将呢？哎、欸，还没每日还没解，等我一下哦。私は誰かさんみたいに四六時中ギャンブルのことばっか考えてはいられないのよね。那画面我都失聪了。规则应该不用打啦，要吗？还需要打吗？会有新观众，需要打吗？有人藏，放箭。东风，那就这样吧。嗯，打一下，小鱼，你要帮我打吗？今天好热，我发现昨天没有什么风，今天把那个很多东西拆掉之后，有风比较凉。规则老样子啊，老样子啊，不能一般规则，不能一般。铃铛，河底，海底，外。还有什么要改啊？违规的当场投票离开。金明又怎么了？气。对啊，为什么说什么先帮七名 QQ？ 七名又怎么了？菜鸟同场，哎、欸，对呢，西敏跟我同一场，哎，
我才发现西明欸。我怎么可以这样啊？就真的没注意到吗？我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想怎么样嘛？那平时都用卡维不是吗？对不对？他躲得很好欸。昨天听他在该孟子进牌烂啊，他就傲娇啊，什么都爱该，该完之后跑来跟我哭，烦心我被欺负了啊，这牌又怎样？对呀、啊，哎、欸，西敏，你要跟嘎嘎一样，你们当那个该该姐妹花，对吧、啊？用孟子，嗯，说用孟子玩段位都很惨，哎、欸，不要玩嘛，一直该。要不要？你可以改名叫西敏再该该叫，要不要？然后打一堆零三零，对啊，妈的，打什么零三零？怎么连呐、啊？西敏，我等一下看你的 ID 变成西敏再该该叫，好吗？我们说好的喽。那你就不要再该了，拜托。已经该到大家都知道你要打什么。你可以拒绝吗？不行啊！你知道嘎嘎都比你好吗？嘎嘎他虽然爱该，但是他不会该到让我们觉得很烦躁。你是该完之后那边嬉皮笑脸的好吗？嘎嘎他是真心的在该，跟你不一样。你看嘎嘎就是很真心的 M 嘛，然后很真心的求我们虐他之类的，然后也不会该说我又被欺负了，他只会好爽哦，我又被欺负了之类的，对不对？嘎嘎，你看像这样的嘎嘎就很棒啊，就很受教主的爱戴。是多 M 就很 M 啊，
看到都想介绍那个谁跟他认识，介绍阿飞跟他认识。有点卡。嘎嘎的用那个啊，东华电信广告嘛，用心在该每一刻。嘎嘎电信，所以你要多多虐我，我不要。我觉得你们好恶，不是很可怕，是好恶心。就可以不用手下留情吗？你是想要哪种手下留情？ノート。我其实也没有说排斥说你们可以在我开台的时候进通话，就只是我怕说你们只听声音没看画面会很干，毕竟已经在直播了，不是像说你们在可能在忙自己的事情，然后是缩小画面那样子。因为有时候 DC 不可能像那个直播上面你爆麦有办法即时就是会有消音处理之类的。あ、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ポン。哎、欸，你是谁？我忘记你是谁了。你这样蛮常来的，啊，现在好像很少看到你。监听是哪一位啊？对，少一张。同志，他要的是同志。双等于，双等于，小于双等于。怎么小三啊？问你们怎么小三？一张、两张、三张。第几？干，你自拍好多、哦。
好啦，感谢西敏天听自摸，不不啦，天听自摸自色，还有彩鸟，感谢感谢。每天就 Q 你，看到双等于就 Q 你啊，感谢啦。买，我说怎么突然好粉红了、啊？啊，如果有第一次玩的规则看一下哦，不要到时候怎么大家都跑掉了，不是因为输不起，而是你，因为你太强了，规则都没看到。我觉得很漂亮呢、欸，这不是有没有梦想的问题啊，就是还有一半呢、欸，才六张而已耶、欸。进来了，早安。看看呢。一桶没了、欸、没关系，我们继续玩。
哦、你真的要改名字吗？哇，你好伟大哦！伟大。你会最后组成一堆，不一堆啦，组一个团体，该该叫团体。かなちゃん、もしかしてミスった？然后都该该叫嘛，对啊。リーチ。这个团体入侵速度非常快，就跟病毒一样，他们还会分裂恶化，不是恶化啦，那叫什么不变。但讲这个好像有点敏感耶，抱歉。西敏在该该叫，哎呦好棒哦。哦，西敏，你做出了你人生中最棒的另外一件事情。要说突变不是分裂啊，是突变。你看这样子，你们名称很整齐，有没有？是不是很整齐？
看你们的 ID 就是强迫症的福音，棒哦！那你就是要两个字吧，两个国字哦，不然要前后穿插一堆很奇怪的东西，都很奇怪的东西啊，有一长一短的。该该叫的入团成员记得把开头变成两个字，对，不要什么像比如白九九在该该叫，不要多一个字，强迫症看得很难过啊。这个吗？哦，不是。对啊，一整条绿色 ID， 绿一色，哎，你看多棒啊！加入绿一色的行列。为什么他的朵拉就这么多？我刚刚朵拉怎么这么少？哦吼！
リーチ。那叫什么？对啊，你那种有两个字的，两个字的加入是最快的，好吗？所以听这前后就有银河，对不对？没错，好的。哎，如果会影响到你们用 ID。不是名字啊！啊，偷看台。リーチ、ピンフ、ドラ。月仓啊，月仓，你这只是那个吗？一开始那个吗？二什么的？有新年造型吗？哎、欸，你那该该叫还不错哎、欸。你看有两个意思哎、欸，好棒哦、喔！对啊，有两个意思呢，很棒呢。对呀、啊，嗯，リーチだよ。リーチだよ。もしかしてミスった？
门，拜拜，拜拜，拜拜。刚。刚。没魔了，补魔补魔，卖，好了，杠了，碰你了。也太多礼宝了吧！リーチだよ。嗯。
是谁？嘎嘎，嗯，就是嘎嘎。那有人在赖我吗？我是被标题的吗？我不是。耶！トップアイドルのカナちゃんです。啊，房间是坏了，不好意思，我再回一个小小美女的，哎，挤进来了。房间是不是坏了？是你，你是小可爱。那个小美女是真的小美女。最近刚选日麻的，没人抢，我觉得是坏掉了啦。重开喽，在十秒钟没人进来，我重开喽。你跟白舅舅有劲。所以房间坏掉了，对不对？没错吧？那个 SWK， 抱歉了哦。靠腰，他怎么？好，进来了。好啦，他闪了啦。走喽。你看吧，天哪，没事啊，那个谁，阿露米，你抢房也很快，没事没事没事，你很棒，你们要好好感谢他退出，你们才进得来。就像说什么感谢课长让我们游戏玩的意思，我跟他讲一下。感谢科长让我们游戏可以玩。微微安安，微微，你现在20之后在哪练呢？新的自制地图那边是不是不能去练了？会练到没钱，没事啦，我
我的字写还在努力字。有啊，我晚点想去海洞练的，然后现在小鱼不在，我就列个鞋子来赚赚钱。制作三级哪些弓箭那些吗？你弓箭三级没？可以跟你买吗？挖矿哦，你是说分产哦？抱歉，我以为制作。抱歉，看错。肚子看运气，没事，可以。想说，如果你没用的话，等一下想去一线采购看看。我那边需要几把？四把，小鱼一把，我三把。多少？你再跟我算。两千？三千？你有一个问题，你说。对，我这样听很差欸，在干嘛？你都挖到美魔两千就好，好啊，你等一下跟你拿。我单给你一万嘛，好不好？靠！啊，我不就是在帮你买弓箭的，你是在考哦？就已经在准备帮你买弓箭了啊！
真正是咧哭呢。你是在改，你要不要改名字啊？你要改名字啊？魔速度，陆小陆兰，七。你双开做 ES 的速度感还赶不上挖矿、挖鹿皮的速度。对啊，鹿皮太快了。七，我现在两只在猎鹿皮，在做鞋子啊，速度很快呢。我不是说露露吗？哦，你说聊天室的哦。ドラニ、ドラニ、マンガン。名字用电脑选字很麻烦，这样菜鸟，你菜鸟的菜也打太丑了吧？菜，哎、欸，太大力了吧？
七。我看到疾风是不是啊？哎，疾风啊！我在跟小鹿哦，我看到了，原来那是小鹿哦。啊，疾风啊，跟小鹿在打情骂俏。好痛哦！还没有，今天不宜打牌，真的假的？被虐了吗？还没有，你有今天啊？安安兔宝，安安。嗯。安稳安安，我就不信邪，好加油！干嘛、啊欸？有时候看你生气，真的觉得很可爱。在聊天室莫名其妙的生气，他明明也没什么东西。嗯，我也很可爱，没有哎、欸。啊，说到这个，老早在玩那个光遇的时候，那冰沙的朋友，他们两个在上课的在玩，玩到一半就我们就交换蜡烛，看一下对方长怎样。然后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朋友很可爱，他就说我很可爱，然后就回他很生气的脸。就按他一个怒那个脸，然后冰沙就说：“我没有乱骗哦，我是原封不动打出来哦。”七，啊，没有眼呢。
リーチ。ボン。ツモニャ。啊！我的棒棒，我的棒棒，我的棒棒，我的棒棒。平安安。欸，我们登出就好了，知道了。我垫底。好的，下面一位。你看飞机票，你是想进来了，是不是？相信自己好吗？你是可以的。飞机票，阿努米啊，干嘛？没事啦，理论上应该是开到下午五点后吧。啊，应该说开到我把我的鹿皮列那个做完，那魔力宝贝做东西，今天也有开魔力宝贝吗？有啊，在开啊。砰！很香哦，要不要啊？你好，又是你，又是你，你好。子诺，我刚想说，欸，怎么打不出去？打不出去。你好喜欢看我直播，我也好喜欢你们来看我直播哦。啊，不过三点后可能会稍微忙一下下，
光遇三点后有一个活动。啊。有一个先，也就是有个 NPC， 就是会那种算回归，要去看一下。我们所谓的副科先。哇，你们隔壁玩到剩一百块哦！哇哦，打那么刺激！受伤的总是你，啊，你不是很开心吗？然后，哎呀，受伤的都是我，不是你们，耶、yeah! ，那种感觉。哎、啊，你们玩突然想玩了，玩什么？光遇吗？来呀、啊！只是我一直都没有空去记地图，我每次开上去就蹭图，然后就去用影片、用后台东西，然后把记录档用一用，就真的觉得哦，好忙哦。然后看着那个比我玩玩开。因为我还要玩完的那些小会师们，黑糖啊、千石啊，比我还要玩完，我就是学得很快。我觉得哇，要么是我年纪大了，要么是我真的是记忆力不够了。理解呀、啊。没有眼啊。力气，敲不中，啪！哎呀，不要建议我玩什么东西啦，现在一大堆东西要玩，没有得玩，没有时间玩。跟你讲，就算建议我玩。有人会看吗？有观众吗？有市场吗？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件事情。Don. Reach. Dora. 阿雷班，蛮干。阿雷班，阿雷丹。哦 ，shiny shiny。bra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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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 没事，刚碰到的角色，没有我讲很认真的东西啊，就像我喜欢玩魔力宝贝，团团喜欢魔力宝贝，喵哈也喜欢魔力宝贝，可是魔力宝贝有多少人会喜欢来看？像我刚开魔力宝贝没有人啊，改日麻之后就人数飙了一倍啊，这是逼不得已的嘛，一定要跟。一定要跟金钱屈服，不要跟钱过不去啊！生活要过啊，没办法、啊。记，对不？虽然没有说玩日麻很辛苦，但玩日麻还蛮轻松的，除非遇到一些那些来教我玩游戏的，那就故意打说哦。吃给你们看，碰给你们看，乱吃乱碰，玩到自己正厅没有意义，
碰。我要把这打掉。哇！セモ！勝利の味がするぜ！你多久没在我跟我玩的时候胡这么大的牌了？都很久了、啊。欸、你粒子都丢九条欸，有高哦。你在打什么？你知道繁星加繁星等于什么？你知道？请问你可以露脸吗？我不要，我不要。露脸又没比较好，而且重点，我现在没穿衣服，我现在没有穿衣服，太热了，不能穿。什么要碰啊？我会放枪。
欸，是不是跟信玩我都会连装，然后时间过很久，我会有猫的手，氪金的啊，偷东西的啊。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你从来不玩麻将，那你就不用在聊天室说出来啊。这边都是喜欢玩麻将的，你讲这种话，你是要迎战吗？你可以不用把这种事情讲出来，这个埋在心里就好，当做自己的秘密，好不好？他在我心里的名字。リーチ。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不用太跟别人说，人家会觉得说，哦，好吧，这种感觉，因为那是你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啊。你这样讲出来，只是会让人家觉得说，要怎么回应你，你懂吗？你今天说你好，今天可能说。你一个人走在路上，或是朋友聚餐的时候，大家聊着聊着聊着，你突然蹦出一句话啊，可能啊，对，人家可能在玩手游，啊，玩那个像光遇好了，四个人在一起玩，那你可能会觉得没有话题，那你就突然蹦出一句话，哎，我没有玩光遇，那要怎么办？好朋友一定会建议你说，来玩啊，来玩啊，很好玩啊，就像打麻将一样，来玩，来玩，来玩，这样子啊，然后你就突然说。你不觉得你这样讲这句话，要么就会变得很冷场啊？今天不是好朋友聚会，就可能是看别人在玩，就可能你在公园里面看阿伯那么下棋，下棋下到一半，就靠过去说：“哎、欸，我不会玩呢。”这样子，他怎么回你？欸、又连装了，好。哎、欸，等一下，我看到有，我要去看一下那个魔力的公告，有技能屋哎、欸，哭啊！哎、欸，如果有技能屋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很轻松了。如果商城有卖这道具的话，技能屋这个东西，小韵听好，技能屋这个东西。他可以花钱进去学你角色所有可以学的东西。刚我那群朋友贴了照片出来，技能屋欸，角色技能屋375块，原价750块，哇，活力铁牛。38块钱，太贵了吧？哎、欸，有点贵耶。老实讲，价格有点贵耶。
不知道它是点数还是台币啦，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台币的话，好像还有，好像就很贵，不是好像、啊、就很贵。我去看一下，哦，好忙哦。另外庆祝开服，以感谢勇者的支持，开服期间推出优惠大礼盒，仅需要一点礼券即可获得初心头饰、生命加50。生命加50，魔力加30，必杀加3，反击加3，命中加3，敏闪避加3，佩戴后可获得称号魔力初心者。再来是大礼盒，截止到6月30号，也太久了吧。每个会员账号限购一个道具，会员账号只能买一个，所以我三只角色只有一个可以拥有、欸、很酷欸。感谢小鱼，好贵哦，好贵哦！游戏魔力宝贝，没有，我们可以不氪金玩啊！啊，你要退了哦。不是我不氪金玩，我搞我会氪金啊，只是不知道我会氪多少而已啊。我是跟小鱼说话啦，不要回复我。欸、你真的要退坑的话，我等一下不帮你买弓箭了。刚刚都说伟伟，请伟伟帮忙做，然后等一下给他钱了。如果你真的要退坑的话，你要赶快讲哦、喔。你最好是不要给我跑哦、喔。技能扩充，哎、欸，对我还没看，等一下。技能物优惠券，铁牛。有技能扩充吗？我没看到欸，他在哪里写啊？那技能扩充后面再买吧，前面弓箭手又不太用得到，后期要的话再扣就好了。扶植商城，商城吗？我看一下哦、喔。攻击技能、物理战斗技能护符、幼魔箱。天哪、啊！特卖人物装备新品上架，
而且这游戏当初本来就是氪金在玩。哎，那个死神，我其实忍够你很久了哦、喔，给你很多次机会了哦、喔。不是他那个初心优惠大礼包一点，那我要出多少？好呀。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リーチ。ドン。而且只能买给一只。对啊。ドラ。マンガン。买卡哦，啊，我出去买卡了吗？啊，好了，关于厨子这部分，我再缓缓吧，除非后面有人推荐出抽什么。我也在想说他伺服器弄成这样子会有人想要氪吗？玩就只能开心乖乖的玩，因为他那些护符不知道是可不可以交易的，就是给那种哇塞，你很会摸欸。哦，能不能交易啦？那再来另外一点就是，要怎么讲？是干嘛用的？像早期的有那种，就是乱射的连击技能减半啊，还是什么那种东西的，我不知道内容物是什么了。打错的，果然我刚打错了。啊，结束了。欸，跟你玩都好久哦。非常多久了啊。
って良い旅だったな。また会おう、友よ。刚刚有人记得来吗？是不是坏掉了？感觉那个技能是随机抽的。对啊，不知道是抽什么的哎、欸。你是不是这样跟我玩？没有，是你太久了。你太强了。坏了吗？那个零零我们要退了哦、喔。哇靠！你抢进来了，我打飞你！是，我要小鸡鸡你。阿长安安，干嘛、啊？你可以国士无双的哎、欸。你们想要嘎嘎这只？说一脸很瘦的样子吗？我就说他长得像异社会啊。哎、欸，你刚刚的牌超好，有多少人想要啊？你怎么就这样放弃了嘞？この状況では必要ない。チ。按错了。气气。哎呦，意外那么多啊！我不要，我是无双很香呢。气，
我现在心不在日麻上面的，我在感叹说，我那商城可以卖这么贵。哎、欸，真的是觉得说啊，长大了应该花得下手，我不行，花不下手。想想一个小时加倍38块钱台币，很贵耶。哎、欸，你在随便打无聊的东西，我直接真的是 ban 了你哦、喔！你打一个字就 ban 了你一下哦、喔。你知道他是直接把刚抽到他，直接把这养到可以结婚。你看他疯了，他疯了。碰。哎、欸，你氪的变得比我多了哎、欸，你有病哦、喔！那时候不是还氪的比我少吗？我不知道打哪张。还是美梦子，可是你也氪太多了吧？この状況では你坏了，你坏掉了。你看他当时只是跟我一样的时间一个表，他现在变好红哦。你缺你老婆的新衣服，哇哦！等他出吧，不知道那个什么，暑假会不会有？第几？我还是要四把吗？你问小鱼啊，小鱼要不要帮你留啦？先三把哭哦、喔，气。
論。リーチ、タンヤオ。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买。哇，你是不是打牌奇才啊？你不是才刚玩两个月，两个礼拜而已。この状況では必要ない。リーチ。ポン。那个给他一次机会。那个你是算错什么东西了？那个真的给他一次机会。他打日麻只有两个礼拜而已，那时候我那时候有稍微在教他打日麻。不是双标哦，干好，不玩了，不玩了，我不玩了。